还好吗？你是谁？不认识。嘉宾还好吗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老话，不告诉你。剧情，然后自己对剧情。刚剧情啊，今天是我和坤在邮局相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们就相见了。相见了之后，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，然后突然就纸片就降下来了，然后纸片下来了，我们就在纸片里面就说，哎呀，忘记写作业了，哎呦怎么办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和坤毕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把那书一撕一丢，哎呦，毕业了，真开心啊，真开心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瞎想的剧情啊。真正的剧情是什么？不告诉你。